中朝讲，咱别个国家，包括日本、韩国，为甚物免抗争？大家拼经济，因伊都国家嘛，是毋是？国家在保护因的人民，保护因本身的自由民主嘛。你嘛唔惊互并吞去你家己国家嘛？台湾毋是的，台湾是甚物情形啊？中国签所谓这个服贸，我过去一个话。也是十项的协议，十八项的协议，完全拢唔知影，完全拢唔知影。啊，英国台湾驻华侨刚无去的时阵，咱有一天，伊讲要救台湾的时阵，咱签和平协议，啊，人就跳起啊，伊要给人骗嘛，美国六三三做袂到，安不安怎啊？讲什么伊分析嘛，股市上是两万点。另外，讲一句话，签了的时阵台湾经济就起飞啊，大家有钱好赚，敢有影？啊，无效的时阵，讲要签一个法了的时阵有效，没有无影嘛？即嘛无效，讲啊签福报了有效啦，敢有影？嘛无可能有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完全的欺骗。但是咱要看台湾的能耐啦，咱的能耐无够的时阵，咱意见无坚定的时阵，咱若无有保护性的时阵。咱可能这种的，可能无菜，无菜。这关键的时刻到位啊！核心跳出来掉掉，有；葫芦跳出来掉掉，有；大碗饺跳出来，有。咱再听到朋友，七人归啊！咱这样子就，就是把这中国民族给伊引导。国民党也无倒，台湾要好就真困难。并且其实是一个完全要把台湾出卖的一个政党，所以期待咱大家。爱加清楚了解，你这群人，我你是把人救啦。只要是国民党认同的，想提名的人，拢共款啦，都是一样的啦，是不是呢？台北市市长加候选人连胜就好啦，丁守中拢共款啦，拢拜成全贵嘛，是不是？是。朱立伦就共款嘛。是。因为伊这人无认识。什么叫拜成全贵？好，等一下。外省权贵的从也背进来的，他的父母子辈从中国来之后呢，都是贵族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爸妈是台湾人，我爸爸是外省人。啊，你不是权贵啊？你到底是权贵啊？什么权贵嘛？权贵的通底价嘛，相信。习近平是统治者，对。这个中国的权贵，对。连政府是权贵，对。马英九是不是权贵？对。家人们，什么是外省权贵？对，对，什么叫权贵嘛？所以，统一教就是这款心态嘛。啊，不是你是权贵，你没有，你有这权贵你就不会来这里的嘛。那，对呀，他你会来这里吗？不可能这里嘛。没有没有。太自当了，太自当了，太自当了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朋友不要理他。你们兄，我们所讲的是有根据的嘛。外省权贵以血统论嘛，过去李登辉时代的时阵，铁苗方大州外省人们支持，没有，就是照他们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有。那个铁苗好了，为了时阵，所有人都支持嘛，这做明显的嘛。李登辉在国民党几年？十二年当总统，当党主席嘞，维系中国国民党政权，对不对？有。但是，对啊，如今被牺牲了，马上被中国国民党踢出去嘛？为什么？伊不是中国的血统嘛？就简单的理由嘛。过去，中国国民党提名的这些台湾人，人家权贵不会支持嘛。但是，就血统纯正的，我讲，我大家听啦。基本上决定台湾整个国家的资源是谁啊？是马英九，是江宜桦，是林汝聪，哪一个不是权贵？好，来来，对啊，我们这几个哈，来邀请来，光大美跟这边中交哈，刚好是。